Thank you.
现场观众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2023浦东唐城九球中国开赛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将进行的比赛是男子32进16比赛。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杨彦军，掌声有请。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选手 David Alcai。 下面掌声有请中国选手薛真琪。比赛现在开始。